这是叫责任。其他的讲，我嘛是大部分都有责任的。到底我们按这边来开始讲吗？当然，我们就在当初这行做的，你看原来排放减少排放量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真正的手工业保护是家里解决工作，我的收入来讲，是这样。我查你那是在这里讲不好，讲我这七个月来，他想他努力他打拼，他带来我这几个月问题干呢？为什么在做？我是在野党，我那为市民负责，我那为百姓负责。不管你做干哪，我那要求你更加好，更加好。这是我在野党的政见。但之前安国的时代，安国党是党干吗？安国党我无提名了，安国的枪吗？阿们看起来无意思个，这种是正常的，因为我是在野党。我之前爱要求你市长要传递出咯，因为伊个人是警方指定，你的团队要举出手掌爱改组，但是你无听分析的话，你嘛是要丢啊，要留伫遮。当然是差一点优秀的啊，但是你的居住里面也是不佳的啦。这个月来，这个人给你造成到你后家的因，可能是最后的稻草呢，把你压垮呢。是这样，你不能做说你是百分之百传递员工呢，你是在最后把你传递员工是百分呢。是这样，是这样，你想过啊？我希望在座所有的处长是听你一个人的。是够地下市场，我相信讲这话市场你心内知影，你想讲啥话？我希望这个局处会当可以带领你带着高的幸福，创造高的幸福啦，是这样。我相信讲这话话拢是有理由的啊，卖讲政治政，卖讲政党政治的问题。我是讲先来办统一嘛，我是来办统一啊。难道我刚刚在讲起电话，陈市长你做得很好，陈市长你是大户，那起这么乱的啊？所以我有这个招牌，市长无能，市私能。你个铁心，你起电话都有领了，你起路都私能啊。所以伊讲起就跌下来喂，怎样弄伊完？一点标准一个大户，而且怎样弄伊？我是个东西，我是个东西进步的啦。哦，起定。因为你读出来这真正名字出身的啊，就那个金发局长，做网红，搞媒体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你年纪的时候叫你家族姐启用甲方，叫你家族姐启用安怎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这样，你嘛变成个网红市长，但是当时我叫网红，当时叫陈清家都做在前市长，所以不是最近两年看起来我都跟你讲，哦。觉得你在学上好的，这是我故意的语文，这是关键的。哦，我觉得音乐奖牌上好的，我在上只有你家了。市长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在这东西要点，他们又放在都有其他的。哦，是因为他这样，这是什么？有点盲目，就比有名家。所以你在准备要你做网红市长啊，但是我讲那余秋明给他做网红啊，但是那就做市长啊。这样的，我们对手这次找很多东西，是台湾专企业不专业，变成专门专门弄啊，没做网红的。所以，我们从那比的钱，十万订阅奖牌，得奖者陈其迈。未来的一方，你终于完成你网红了，那也就走不了。刚刚说到这个决定嘛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们阿姨嘛，啊，又要讲起来，